You've been chasing after dreams, thinking that they're out of reach. And you think things like this happen to everyone, but I don't think they do. Most of the time two hearts don't fit. That's why people quit on it. And just because your friends all fell in love, you think things like this happen to everyone, but I don't think they do. Cause it's just me and you.我现在刚起床，然后出来先扔一个垃圾，这里就是扔玻璃瓶儿，然后还有捐衣服的地方。这个油可能不知道它是什么颜色的玻璃，对吧？放到天空上去看，它是绿色的，那我们就要扔到绿色的这个里边。因为昨天我的小伙伴有推荐给我有一家面包店，它就在我家旁边，没有想到，所以我准备去买来尝一尝好不好吃，刚好有新鲜的那个黄油可以试一下。这种小面包它这个面包真的算很特别的，就是外边有点焦焦糊糊的那种口感，然后里边又很软很软，好吃。我本来在家里看书看得好好的，然后你们就可以听到外面的这个声音是有多大，我完全没有办法看书，就是把玻璃全部关了，我都没有办法看书。那今天是干什么呢？今天就是一个关于环保的游行。这个小亭子，他也在看有什么书可以自己拿，我也可以把书放在这里边。这个图书亭虽然看起来有一点点沧桑，但是一般在社区的那种读书交换亭会更好一些。Smile was a miracle.
to see that she was all I need. 准备在旁边的一个咖啡厅简单的吃一点点。那家咖啡厅我之前就去过，是德国小朋友伴带我去的，然后他说那家咖啡厅是他认为弗莱堡最好喝的咖啡，他有一个咖啡里边有放冰淇淋，那个真的很好喝。吃完东西，我来河边散一下步。现在准备去一趟亚超，坐车比较方便，我就不用走了，坐两站就到了。有点多，买了一些很好玩的东西，可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一个无边的三明治，就只有那里边的面包。对于我这种真的不喜欢吃边的人，简直太好，就是福利好吗？它是那种一片一片的，你可以把它就是切成你想要的大小。这个应该是蛤蜊吧？我买了一点点五花肉，但是这个五花肉吧，我给你们看一下，我说五花肉不要皮，然后他就把皮给我剃了。但是就是像我们国内卖肉的人一般剃皮啊什么的技术都非常好，对吧？然后德国卖肉的人，给你们看一看他们剃皮的技术。就是这个阿姨，她天天都在那儿卖肉，就是我每一次去她都在，然后她给我剃的皮就是我觉得还没有我自己剃的好，这里皮没有剃完，然后这些都坑坑洼洼的，给你们看一看。
特别的好笑，真的。接下来的就是在亚超买的了，这个是我之前我的同学推荐给我的粉条，然后他都回国了，我还没有买来吃。这一次我突然想，就是买来试一试，我不知道好不好吃，应该很多人吃过这个吧，除了我。然后还买了一个这个海带，这个海带是可以炖汤啊，然后炖什么排骨啊之类的，可以用点这个海带。还买了一个鲜拉面，这个鲜拉面应该你们都知道吧，一般就是炖一个红烧牛肉的时候，第二顿我就会做一个鲜拉面来吃，或者是说我做的那个宜宾燃面也是用的这个。怎么样？好看，真的很好看，像在阳光下对吗？吃爽了，我就觉得，你看他都回去了，他还在吃。哦，哦，他好凶哦。哎呦！救命！今天晚上同学约我出去小酌一杯，虽然我不喝酒，但是我可以喝点饮料。因为其实德国很多的小酒吧都是白天的时候是咖啡厅，晚上就变成一个比较小型的一个酒吧。现在还下着雨了，所以我就戴了一个帽子，不想戴伞了。Everything changed when it goes your way, but then the skies turn gray and it pours again. It's the weatherman and it pours again. Mr. Weatherman, I said it's cold again. It's the weatherman and it pours again. Mr. Weatherman, I said it's cold again. Lyrically we ice cream, but ain't nobody topping us.
这天气也太冷了。你们看后边的那些树都已经黄了，就是因为秋天真的来了，而且我觉得都不叫秋天，真的都叫冬天了。我的脚好冷啊，我觉得我应该要穿一条秋裤才可以，真的太冷了。我就没有走大道，走到这边小道来，因为小道可以避避风，所以就不会有那么的冷。我今天中午本来很犹豫，到底是去吃食堂还是回家吃，然后我看了一下食堂的食菜谱，就是那种很莫名其妙的那种面条之类的，所以我就打算算了吧，我就还是回家吃。然后我现在准备去拿一根我的充电线，因为我的充电线用了大概4-5年了那一根，然后就已经很坏了，就不能用了。今天早上起来8:30的时候订的，然后刚刚10:30的时候他们就发信息给我说我可以去拿了。是我昨天炒的，还剩了一点点。这个的做法我有拍成视频，你们可以去看一看，就是在有一期关于清空冰箱，对，那一期视频里边会有。吃完饭准备去图书馆了，因为我家在装修，就是我家门口那栋楼都在装修，因为他们要把所有的暖气换成那种可再生的，就是那种 E-plan 就做的比较环保一点点的一个暖气，所以都把所有暖气全部撤掉了。这个工程要2个月才能完成，每天2个人就跋扈人家一个很矮很矮的一个楼，但是都要2个月才能办好。我当时还给我邻居吐槽，我说这样子的工程在我们国家的话就1个星期就搞好了。我在这里等一下那个电车，然后去学校。太冷了，不想走了。You don't know what is it we're saying. You don't know, you don't care. All you know is honey that you're faking. You don't know, you don't care. We're all having fun, bathing in the sun.We're all building castles, castles in the sand. We're having fun, we're having fun. Later, 晚上我同学要来我家，我们一起看脱口秀大会，所以我现在准备去亚超买一点点吃的。本来昨天就应该买的，但昨天忘记了，就去了亚超都忘记买了。所以我今天去补上，晚上准备多做几个菜，但是都是那种下，就是比较属于小吃类的这种菜，晚点可以记录一下我今天晚上吃了什么。这个待会儿我们要做一个鸡柳，然后这边是炸土豆，然后这里有炸土豆，也是哦。然后这边有炸粉条，这个是我的绝佳秘籍，就是土豆加粉条，然后油炸。但是最后很经典的就是一定要放，待会儿给你们看。本来以为是鸡柳的，结果就变成鸡排了。黄豆粉一定要加的，放在最后。超级的好吃的，一定要多一点点。好了，现在的掌机人赶紧来进行你的工作。笑死了，搅拌，搅拌。是同学做的鸡柳，哦，不对，鸡排。
然后这个是可以夹着这个豆干儿，还有这个海带，然后这边就是灵魂，对，是的，对，它有点可以的，好吃吧？好吃，真的很好吃，赶紧的，塞进去吃。哇，我好会吃啊！救命！做的不大，这很记住了，记住了。哎，这个很精致，这太精致了吧！对，你可以一口放下去。我还是有我不可取代的地方，比如说，好吃吗？我也说好吃吗？再来一个。你们老说我说话没营养，但是今天，我总觉得很像一个以前吃过的一个什么。亲和舒适，叫什么？但是说不出来，但是好好吃。嗯，请节目组的导演。这天真的越来越冷了，远处的那个山，都像罩着一层薄薄的白纱。天哪，你们看，这全是板栗，这路上都是板栗。这个就是板栗，但是它不是马栗，它真的是板栗。哦，这里有开的，这样子的。秋天来了，秋天来了，叶子都黄了，太好看了。但是昨天不是我开那个，昨天我不是去开 party 嘛，然后我就说，我就吐槽，我说德国好慢啊，然后他们说你要是到了法国，你就知道法国有多慢了。他说，因为他们都是法国人啊，他们就说，法国的速度对于我来说就很慢，但是我来德国，我觉得德国有些时候会很快，或者有些时候对于我来说是正常的。让他去亚洲。我说天哪，我说德国办事太慢了。他说你看，这就是差别。